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利用轮轴举一重物，设轮与轴的半径比是四啊，比三啊，好，我这支点四，哎，没有四比一，讲错了，四比一啊。那施力十公斤，哦，在这里施力十公斤 F 等于十公斤，十公斤重的，啊，的力于轮上啊，可以举起多少公斤之重物？哦，啊，物的话在轴上，我再来 U 嘛。那我们晓得哈，这一乘以 W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四力臂乘以十嘛。啊，所以我就晓得 W 等于多少 ？W 等于四十公斤重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。